Chúa Giêsu Kitô, Chúa Thánh Linh cùng rồi. Công đọc Thánh Ma Đạo Phục Nhật.耶稣向他的门徒说：你们要提防世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，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他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证。当人把你们交出时，你们不要思虑怎么说，或说什么。 因为在那时刻，自会赐给你们应说什么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。兄弟要将兄弟，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，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，要将他们害死。你们要为了我的名字，要为众人所怒恨。 唯独坚持到底的，才可以得救。上主的。